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呢？等一下，那个东西来了。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呢？我觉得是熊吧。好，你可以打开了。对啊，是熊啊。愤怒鸟。对啊，那被猜到了就玩我啊，好吧。好，你想说什么？哦，谢谢你啊。你知道吗？他刚在哪里买的啊？根本在路边买的吧？高速公路旁边金玉堂买的。我去金玉堂买，知道怎样吗？我去买的时候啊，我先买好那个阿北礼物啊，然后买好卡片，我骑上就走。说不对啊，泡泡也要有一张卡片，我还特地再去买卡片一张。那为什么这个没有那个套子？你不要问好不好？不是，因为我写完，他发现我写反了。坏坏坏坏坏坏。谢谢。你说什么？因为把它写反了。写反。上下写反。就是开口在下面。啊，没差反了，没差反了。那就算了，还是直接给你好了。好，谢谢。原本不想问的。好的，谢谢你。这个也很可爱，可以放手机。好，你看家，你看差多多啊你耶，好，我就知道是娃娃。喂，娃娃已经够多了哎，可能我已经被位置放了哎。那随便自己出。妈都会念我说东西这个。好啊，我带回家好了。就买这个，谢谢啊，这可以摆着。对，这样它就代表我的心情。哎，代表什么？我的心情。你的心情。愤怒。你也愤怒什么？一直在那边，一直被你念。一直这样，一直想菜心菜心菜心。放手机。你看人家泡泡多好啊，你学着点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它可以拆下来是不是？它是可以拿起来然后放手机。哦，好。终于送给泡泡了哎、欸。终于隔超久的。对啊，一月十一到现在很好。找出来。又来了，这少女我真的要把它拿走了。好啦，你收到卡片怎么样？卡片哦。不是看完了吗？对啊，我看一张。我记得我写的蛮好的。吴阿北，首先祝你愚人节快乐，看你多大牌，一次帮你过愚人节加你生日，哈，祝你生日快乐。PS 以后 FB 多什么？多密我啊，白 Raju， 拜托密你都不在，我也不回，不要密你啊。好凶哦，我不想理你了。那要泡泡有看的吗？还没有吗？还没看呢、欸，我来看一下。我写给泡泡比较感人。不好意思，礼物拖了这么久才给你，但诚意不减哦。现在你找到新工作了，要好好加油哦！祝你工作顺利，以及 Happy Birthday， 白罗姐。你看，差那么多。你看到最新的哎、欸。好棒哦！好啦，今天我们家再继续拍吧。拜拜拜拜。拜拜。